一個中國畫的標去畫咯。咁呢個公仔係代表佢哋好心花怒放咁樣談戀愛咯。真係好有好有意思，好有意義啊！咁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畫畫啦，咁都好少機會可以同咁多人一齊畫。這個就是一個小朋友，一個女仔，她在許願的，那上面有一些就是她許願的 message 關於一些開心的，例如是希望有 joy 有和平有愛和分享，那加上用了一些粉色的系列，其實有一些少女的味道，還加上了一些 3D 的這些這樣的裝飾，就讓她更加立體和更加豐富的